跟他抢二楼，啊！我直接跟他抢二楼。这守坡是谁啊？ 吓到了，兄弟！妈的！主持人他妈是谁啊？哇！太挂了！呵！你在装什么，大哥？你在装什么，大哥？还有吗？知道。右边双环，右边双环，发现，有点坑。 伤得很，兄弟，累累。下我车哎！不能滑下来。下我车，搞笑的嘞！一波就飞了。用那些我车来。别上来！我有充电宝。啊！还有吗，兄弟？没了，今天没了。 看到没？我救你！他真牛逼！又是这一队人。他真的牛逼！对面大山杆有人去捡空投了。我操！你看见他吗？老子四个满编。男人。大刀两个，三个最后一个。 哦，那个人真他妈准牛逼！我他妈被他准完了，真的。马路。开车了。滑了。北边吗？北边。靠北。在马路上。操，老子没握鼠标，老子在插手呢。怎么就一个？操，老子在插手呢，老子没握鼠标。还差两张。点他树，右边树。你看，直接开过去，教练的。 真的，跟我那一把一样。我敲他两枪，跟你被火箭筒。我领了标点。这石头，你不要石头，还有个又有个刚刚。也打。我这一队死完了。一队的，一队的。一队，我把最后一个。啊。看完这破逼。 他才买过来的，啊！啥意思？啊！啥意思？可能是那个豪宅那个独狼，只打了一个，他在打。小呆呆，兄弟。打完的，这两个傻瓜，兄弟。这人的枪法。我操！全是小呆呆，兄弟。老呆啊！ 这里的嘛，都三十个了，现在老头。要再。他妈的，这啥？差不多了呀。你打字。啊！别这样。 都不给你！我去你的纪律线，来嘛！再打一个兄弟！哎！打包兄弟，还要打包，你没机会了！我操兄弟，这是什么纪律线？我呀，你妈耶，兄弟！